他开始了。然后如果后来就会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个妈妈有问题的，知道 OK 吗？我的手套在哪里？在那里桌子上。哦，这个手套拿给爸爸，快点，手套，去用跑的，用跑的，跑跑跑，拿给爸爸。还有人帮你送手套、哦。对啊。比个赞，这样赞，爸爸赞，这样出去，你要比赞，你要用你的小手手比赞。天哪，你儿子立刻送气泡水给你耶，立刻送来。刚才茜茜你问什么，你再问爸爸一次。为什么爸爸每次都是第一名？好、哦、都是第一名，为什么？你问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面车黏着我，还是是爸爸抽到心。晨勋很贴心耶，晨勋长大咯，贴心哦。小心，快拿这边，拿这上面。哎、欸，怎么是我拿？轮胎是跟着车手走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分配到新胎。你前一圈怎么去使用这个轮胎，你下一圈就是这轮胎就跟着你走，这样防止大家第一次把轮胎把它用得很差啊，这样下一个开车的人就不公平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赛制是很公平的，而且他们很用心。你看，他们还把左右对调。刚刚正常来讲应该右弯比较多，所以这一轮会吃比较多。刚刚的胎换过来换到这边，然后刚刚吃比较多的换到内侧去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样就会变成因为右弯比较多它就比较有抓地力、哦、左弯比较少就还好。 OK， 所以大家都很认真在运作这一场比赛，而且你看里面都有 Mark， 有没有？他要打一个 G 是吧？ Jimmy 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说的？因为我有拍一个简单的赛道教学，其实如果不太清楚说怎么开、怎么去驾驶，会一个基本的单圈，其实可以参考那个影片。对，那那个影片呢，你一些基本动作都会。对，其实大概我觉得可以轻松在5.7、5.8附近。对，那当然这个赛车就是运动，你要熟悉度够才会一直秒速一直推进。对，像这一次有几位是比较厉害的。对，啊，当然有几个是路人，他们就是一直练习，其实也是有机会进。对。那个季赛，对，对啊，其实有进就是大家都有机会，对。像你刚刚第一名，对，哦，你算比较二冲程的竞技车手，对。那像第二名是一个路人，哦，他就来可能连续四五个礼拜都有来开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没有否说谁一定有机会，谁一定没机会，嗯，我觉得只要人肯努力练车，其实都有机会，对。对，而且这个比赛到明年，对，所以谁输赢谁也不一定。对，还有三季，还有三季，还有九个月，还有九个月，每个月取三个，对，还有九个名额，一次不行，两次不行，三次，对，三次还不行，明年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我要推荐一下，他有开一个频道叫 Jimmy 很懂开，一定要看，台湾赛车第一人，连我看我都获得很多。讲实在话，你一定要看，这个真的是懂开的，他称第一没人敢称第二，也不是啦，我直接称他第一，真的，大家一定都是非常佩服他。记得、Jimmy 很懂开，我一定要把他打在这里。
追踪。你如果要开卡丁车，你不追踪他，那你不用学了啊，不是，进步比较慢的，进步比较慢的。对对对 ，Jimmy 很懂开，赞。一段时间，很，你好，我想把它设赛车上，我要拍你动没动？我去喝七八水吧。哎，我们玩那个。